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，杜绝山寨，拒绝港版，不是台版，更非高仿。今天全面超越的第四代精品果已经诞生，全面实现五大突破。突破一，外观突破，整机10毫米，争创智能手机吉尼斯纪录。突破二，智能语音大突破，用嘴说话就能发短信、选菜单、打电话，短信用听不用看。突破三，处理芯片大突破，全面支持双卡双待，邮件浏览游戏速度提升2倍以上，电能消耗降低20%，处理内容更多，待机时间更长。突破四，视频功能大突破，前后双摄像头。突破五，娱乐功能大突破，3维全新操作，真实感受，网络热门，网游全面兼容，完全颠覆你对手机世界的传统观念。哦，第四代金苹果手机，这就是第四代金苹果。哇，好轻好薄好炫啊。当然拍照视频，看视频看图片，图片你可以放大，哎，还可以缩小，还能拖动呢。哎，听音乐，音乐怎么样？音乐啊别这样听。哎，那玩游戏呢？你们看，上网偷菜，你们啊再看啊 QQ。最重要的，它前后都有摄像头。今天全面超越的第四代金苹果已经诞生，市场上类似功能的手机至少需要5000元，市场上类似造型的手机不会低于5000元，但是今天四代金苹果只需要399元，你就能得到。现在订购成功者只要再加99元，就可获得全球领先智能语音网操作系统及4G 存储卡一张，智能宝贝等你来拿，只要99元。还在犹豫什么？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吧。现在什么手机最热门？问现在什么手机最红火？街头上我又在扛扔的什么手机呢？当然是它，全球火爆的热门手机，全球瞩目的第四代金苹果手机已经来到我们面前，就是它。这么精致高冷的磨合，一看啊就相当的有档次。哎，当然了，因为金苹果第四代手机全部采用的是世界顶尖设计的精良工艺。哦，快来看看里面，来看一下。钛金属的光泽，没错，而且是钢的线条，非常圆润的倒角。那它和前面的三代到底有哪些区别呢？还有五大突破。大突破一，外观大突破。突破二，智能语音大突破。突破三，处理芯片大突破。突破四，视频功能大突破。突破五，娱乐功能大突破。哇，那跟之前的真的是有颠覆性的改变。没错，那么抓紧时间，首先看它的第一大突破。好，来看一下。第四代金苹果突破一，外观突破，整机10毫米，争创智能手机吉尼斯纪录。我们看一下这款手机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棒，只有10毫米那么薄啊，足足比第三代薄了20%，它比一本杂志还要薄，看到了没有？还要薄。再来看一下，它比一支笔还要薄，但是太薄了。再来看一下这款手机的机身，看到了没有？全部机身只有一个按钮，简约时尚，真的是大气不凡。再来看这款手机的材质，全部是我们的空客 A380 飞机它独创的铝镁合金材料。再看倒角的45度工艺，真的是非常棒。那我们还有第二大突破，智能语音大突破，全球领先智能语音网技术，用嘴说话就能发短信、选菜单、打电话，短信用听不用看，尖端科技，人性设计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打开照相机，哎，真的有哎，反应很快哎，打开短消息，哇，识别率真的是很高很快。再试试语音发短信，好，来试一下，小陈你好，有了，哇，我收到了，真的是这样的识别率真的非常的精准，来看一字不差，哇，那发短消息用嘴不用手那是没问题了，但是收短消息可不可以只用听不用看呢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发个消息给你。收到了没有？哎，有了，来看一下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灵敏、快速，而且又准确。呼叫小陈。看，电话来了。哎，真的是很方便，真的可以来解脱我们的双手。就像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用电脑的时候，在家里做家务、做饭的时候，或者是开车的时候，有了这样的语音功能，真的是太实用了。对，它就是一部能听懂你指令、了解你需求的智能手机。从今以后，手机操作，手机放一边，想打电话、发消息，只要嘴巴说一说，就能自动执行。真的很实用。我们还有第三大突破。第三大突破，对，就是处理芯片大突破。
处理芯片大突破，全面支持双卡双待，独有 A4 处理器，邮件浏览游戏速度提升2倍以上，电能消耗降低20%，处理内容更多，待机时间更长。我们这款手机不仅支持双卡双待，同时啊，它的上网速度也是非常快的。上网速度，那我们要比拼一下了。好，现场比拼。你看我们的金苹果第4代哦，你看上网速度超快的，对，而且你看已经收到邮件了，没错。但是普通的手机呢，你看到现在网页都还没打开，太慢了。哎，这就是我们6235P的威力所在。这是我们的双卡双待，两张卡两个号，让您生活工作互不干扰。哎，除此以外呢，我们这款手机还有独特的功能，那就是可拆卸电池。这个我知道，前3代的金苹果手机啊，它电池是嵌入式的，而且待机时间很短，一用完电就要马上充电，真的太麻烦了。看一下我们第4代金苹果，电池850毫安。那第4大突破呢？那就是我们的视频功能大突破。突破4，视频功能大突破，前后双摄像头。我们还有第5大突破。还有第5大突破。没错，就是娱乐功能大突破。突破5，娱乐功能大突破，3维全新操作，真实感受，网络热门，网游全面兼容。独有的智能感应器可以通过手指来进行操作，看到吗？我可以这么轻轻点一下，然后哎翻转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样选音乐，我还可以这样看图片、看视频。好，我们来看张图片，我将它放大、放大、再放大，太厉害了！哦，缩小、缩小、再缩小。真的是非常的厉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游戏啊，有游戏吗？哇，游戏我跟你说还有很多，比如说男生女生都非常喜欢的美女麻将。这么超强的功能，这么强悍的手机，真的只要399元吗？我们的时尚大礼盒其中包括了一个第4代金苹果手机，是原装电池，还有一个时尚耳机。另外有一个时尚的充电器，以及一根数据线。你不仅拥有了手机，同时还有了那么多赠品，才399元。最关键的是399元啊，我不仅可以自己用，还可以用来送人嘞。最关键，朋友们，你们记得我们片中之前看到的吗？很多手机非常贵，至少5-6千元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手机只要399。观众们，这款手机送给自己是经典的眷顾，送给朋友是赢得赞许的首选，送给您的爱人，哇，太棒的表达了。是，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，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专线。4台金苹果渔网功能全球同步，来到你的身边。美国在流行，德国在流行，英国在流行，中国从你开始立刻流行。发短信用口不用手，对不起，不能准时到达。看，发出去了，电话又说不用拨，呼叫李俊真的太方便了。菜单又说不用选，打开摄像，全世界都在追捧的语音功能就是4代金苹果。现在订购成功者只要再加99元，就可获得全球领先智能语音网操作系统及4G存储卡一张，智能宝贝等你来拿，只要99元。4代金苹果是什么？它是经验，它是智慧，是惊喜，是奇迹。今天全面超越的第4代金苹果已经诞生，全面实现5大突破。突破1，外观突破，整机10毫米，争创智能手机吉尼斯纪录。突破2，智能语音大突破，用嘴说话就能发短信、选菜单、打电话，短信用听不用看。突破3，处理芯片大突破，全面支持双卡双待，邮件浏览游戏速度提升2倍以上，电能消耗降低20%，处理内容更多，待机时间更长。突破4，视频功能大突破，前后双摄像头。突破5，娱乐功能大突破，3维全新操作，真实感受，网络热门，网游全面兼容。指尖触控，双卡双待，你想得到的功能它全都有，你想不到的它也有。这是一部带来无限惊喜的手机。今天全面超越的第4代金苹果只需要399元，你就能得到。还在犹豫什么？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吧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厦门卫视。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海海新闻榜。